我就搞一个冷气，但是搞这冷气发现一个问题，电池是一个大问题。我在家里测试了三四次，一颗生氢烷可以用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让氢烷，结果我用三颗电池可以测试五小时，心里很高兴。发电机，觉得发电机它有一种功能，大家都觉得有什么静音发电机，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发电机。对，因为这台是最小声，越小台的发电机越大声。因为这个就是功率跟摩托车一样，重机位，对不对？真的很大。这是铃木1000瓦的，对不对？好，还有说它的场所不能带发电机，那我一次买就买5台，让你们看看里面。这个我也捡到的泡棉，人家鞋垫工厂的泡棉，我也没有买，因为我后续我还会去买那个翻隔音棉。因为发电机人家去做这个，要考虑它的排气，而且我现在的排气是这样接下去是启动这两个风扇，它现在这个还没充。有，没有，这里有。这插掉下去了，里面有看到。这里面有。你有听到了吗？它现在吸进去是从这里，吸进去是从这里，排出来是排气管的。所以这个我测试连续五六小时都没问题，不通流。那它变成如果还要更静音的话，你外面再罩隔音棉，对，就是类似一个衣服这样给它穿下去，几乎可能变得很小声。那我发现说，你市面上很多人说什么静音发电机是绝对不可能的，因为。除非那个人的排污晚上要用发电机，所以会用发电机。像如果我把这个发电机摆在那边100公尺、50公尺，根本不会吵啊。只是说看人有没有排污，说要用发电机，对不对？它变成说这个控制器，我也是捡家里现成的再去接。里面的线我是前一两个礼拜在那里搞，它木板也是去拆接，所以整个备用。对，这个壳也是我去割，也没有。总共这个费用大概花1500块，这个大概600块啊，一些木板比较贵。那所有这个出来的电，我要接12伏的也有。多少瓦？这个现在目前是48瓦，48瓦是这两个风扇，强制风扇。啊，这一台发电机我启动那个美林的冷气，足绰绰有余，因为我有计算。1100瓦的发电机。1000瓦。1000瓦的發電機。它瞬间启动是700瓦，实际上大概360到380，因为它这个马上有那个瓦式出来。对，现在这个也不会很吵啊。哦，再来，我来说我的挂钩，我看到人家卖的那个是18，但我自己弯的，自己做的，那也用了几年了。对对对对对。再来，之前还给导师付的时候，我那时候人比较少嘛。就是都是自己想说，为什么每次都带那5公斤的桶装瓦斯？真的，每次出去就是带一桶，啊，也是用不完，因为我们买那个高山快速炉去转接头，你再怎么用这一桶可以大概4-5次，但是我就用这个去灌，啊，我曾经这样烧好拿去灌，我是切割两个接起来拿去瓦斯厂说你帮我灌，瓦斯厂说你这个是土炮，结果他就卖我转接头给我。哦，好像550。那我去灌的时候是刚好我们公司有做那个槽车那个灌瓦斯，他就教我，你把这个拿去冷冻柜冰一两个小时之后，把这个拿刀两个管子接下去排气一下，先排气灌了没一下再装进去，你会听到液体声声流下去之后，它大概可以灌到八成多，你再去拿去冰一次，再去灌可以灌到90%。我们出去这样。如果两台车，大概一次也用不完。那所以后续就去做这个哦，这个就是灭火器，那你去割那个灭火器的，它留下这个原本的这个检验，让他觉得说好蛮有价值的，你把什么土炮，对不对？啊，像有时候看到那个网络有那个气化灯，哦，我之前为了做气化灯就是在野营，大概7-8年前，可是好像是野营也不是很。朋友也不是说常去，就买然后就是每次都在露营区用。
有时候吸带就是自己做这个吸型箱，哦，就是自己也是铁板烧一烧木板用的，因为网路卖4-5千块，哦，啊，最后我又说，看到人家很多说哦，怎么收纳不落地？因为落不落地是一回事，因为有些你不要在白布在那个什么停车场，对，你在那么野外，你要什么落都没关系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像这种木板品质很好，是中钢的那个焊条线的基座，中钢的那个，啊，每次看到很浪费，我就把它裁切，啊，做成这个。这个箱子可能是像我的电力系统，是所有可能说车速里面你要用到的电我几乎都有了。我这个电的来源，我是原本这箱我是做机动性的，机动性的时候我把这个接头，我现在目前我每次出去都带一颗100安而已，100安对我来讲已经都够了，因为我的车窗都是用车上的那个开关，车子我如果行驶高速公路，我就把风扇开关关一个，因为我这次去花东，我3天都用到这个冷冻柜，那个冷�冻柜实际功率大概55瓦，我第一天没有用嘛，在家晚前晚就冰一天，隔天晚上下午才用，在那个晚上睡觉再冰个3小时就结冰。对，那如果发现电压表掉到12.6，我马上再充，再按那个按键再开。哦，啊开，结果我觉得我也不用买很大的电瓶了，因为依照对，啊，像这个控制箱，哦，有那个部门表，我也是看到那个优良驾驶，哎，那你自己装，我也来装看看，买来就装了，前个礼拜就装了，现在是他设定问题，啊，我有太阳能，如果你现在没负载，现在是电16.16充进去，因为电池已经快饱了，所以它充的安培数。这能剩下1.1安，如果现在对，如果你现在把它贴负载下去，它可能变2.3安到4安，哦，那我也这个也可以做灯，移动的灯，网线你可以拉很长，哦，你要工作灯，你就可以去这个灯，你要亮，对，干在哪里，哦，啊，如果这个没有用，我就收进去，变成收纳很整洁，因为我觉得说车速到最后就是搞收纳。搞收纳就是你越东西越来越多，越来越精简，觉得越干净越清爽越好。啊，像我发现说这种车，如果有时候掉下来，你怎么办？我就自己心血来潮，因为我公司在做铁的，那掉下去，做铁的，啊，这个可以这样收起来，好，对，可以贴，啊，对，它打起来这样，再装上去。上面你要重都没关系，都可以挂东西。对，要挂东西，对不对？对。再来，我后面我的床架是，因为我考虑到低挂的长走的好处，就是因为我中这次我儿子两个没有出来，我就两张椅子，我两张椅子是中冰箱是放在中间向前，我两张椅子铺下来，这两我后面还带两块床板，就直接铺上去就睡四个人，我。因为我们出去都是4个人，只有这一次是2个人，所以东西带起来会很少。多2个人，那个东西真的是夸张到2-3倍。哦，那，啊，再来，我这里有装一台那个冷气。哇！因为考虑到我儿子上次去东北角，白垩7月半的，我儿子3点就跑出来外面睡。我想说，如果白垩有在办，我就搞一个冷气。但是搞冷气发现一个问题，电池是一个大问题。我在家里测试了3、4次，哎。一颗生循环可以用1.5到2小时但循环，结果我用3颗电池可以测试5小时，哎，心里很高兴，因为我只要车速的时候晚上12点睡嘛，总不能7点睡，12点睡我睡到5点，而5个11，12点、1点、2点、3点、4点，哎，4个小时，而且我冷气设定65度，它就跳开了，所以不是像你说哦，我一定要用电池用到多大，对，它变成说很多车载系统。我就变也有改旋转椅，我自己去改的，哦，改的旋转我用 VR 又改一个座，我买椅座一个1000块把转过来，我才可以儿子才可以睡上面。啊，车子这个控制是控制那个把风扇开关掉，车子的那个行驶中，哦，这个风扇有关一个，把它关掉，对，就可以充电池。因为这种低爆的车发电机是120，它有2个风扇。
你开高速公路的时候是永远风扇都一直开，但是变成说我有这个大陆买了一个100多块，就是哎、欸、用快要一年了，也就很坚固啊，上水管的水温、下水管的水温，你去监控这个来去控制这个，结果我发现说你去有没有关风扇。高速公路切冷气，其实温度都是一样的，只是那个风扇变成说一直额外的浪费，哦，就拿来充电。对，再来那个里面，我车子也没有用什么去，觉得像一般买什么电瓶隔离器，我也自己加装两颗锂镍，这样下去就搞了，30安、30安至60安，因为我们充车充的大概15安到20安，取决于电线的出轨，所以我不想让电充太多，我就用这种普通的。就是够了，可能大概充10万的，就像刚刚那个大哥讲的，他属于你今天如果电线用了出，他充的就很快。我带3颗，我儿子会帮我搬。没有，我这个一颗，后面2颗我就够了。我车子如果再装100安，车子本身有100安的，就像刚刚驾驶，我可以平常带一颗，我避免。避免之后，我发现那一颗，我车上是另外那一台，现在是装80安的，我一颗100安的。我避免有开关嘛？有开关。对，我这里有做负极接车底的，哦，要充电，你平常那个。一个升循环。对，我每次都带这一颗，它、这一颗冰箱是冷冻柜，到园区、如果我在家里冰的这样，你看都是冒烟，3小时就结冰，3个半小时像这样小罐就结冰了。那、你前一天在家里用接四电，完了，对你隔天到下午5点，这个冰箱完全95%都是结冰。那、变成说，有些人会发现说，电为什么够不够用？其实是取决说，你今天想要吹冷气，你的电池，你看到那个电下降的很快，他就知道了。所以用车充比太阳能还快。哎，那我今天介绍就到此。喜欢这支影片，记得分享、订阅、按赞哦。